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N2 的周诗雨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王毅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非常喜欢美杜莎这首歌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两个也会好好一起练舞，然后越来越好，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给我们这次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拥有这次舞台，很谢谢大家喜欢我们两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新的一年也会一起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，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舞台，请大家要继续喜欢我们哦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